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还是你们熟悉的坤哥。老规矩哦，先点赞后观看。那么屏幕前的很多小伙伴后台私信我，针对于水晶标在用的时候贴不上，撕掉之后有残留的现象。那么这期啊，坤哥就带领大家来了解一下贴水晶标的正确方法以及注意要点。粘贴水晶标之前，建议先用酒精清洁一下被贴表面的油污。如果所打印的水晶标内容比较小，图案比较分散，从 A 膜不好转移至 B 膜，可以把水晶标翻过来进行纸底分离。贴在清洁干净的物体表面时，用手指把图案的地方反复按压几次。撕膜的时候切记不要垂直硬拉硬拽，我们要低角度贴着表面缓慢撕下。贴完以后的一段时间内，水晶标会固化得越来越紧，日常生活水洗刮滑也不会轻易的脱落，质感特别好。好了，屏幕前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以上几点。这期的内容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